先把那个留起来了，那个我没有找。
只要不在店铺倒闭，店铺倒闭，清仓处理，清仓处理，所有包包一律只要5块，一律只要5块，全仓5个，全仓5个，最后2天。还有会员折扣，商务舱等单程优惠，亚大利短信领的专营，预祝您购物愉快。
该怎么到？家里就问。好，是好，是。逛不？选对车就试一下了。看看人家过去。到这边去，到这边选。来看一下，选一下。来看一下这边哪里毛衣裳可以买，挑一下里面的看一下。卖的贵。全场十块钱五双，全场十块钱五双的啊！那香水味冲死人！那要加香水味，他们俩给。现在就是一百，那我这个时候。
能这么挂嘞。哎呀，以后不要想着去上哪去了，上去了。那我觉得五十二的位置吧。看你不行，我要断了。慢点走。他没有看到杨洋。我是幺个幺个二十四小时，幺个二十四。就写数字。你看我的体重。来，欢迎我的第一位小姑娘。我给你卖出去。不也是这种？我这娱乐你也是个傻逼，知道不？我要让学生老讲话，你傻逼哇！别教啊！好吧，妈的，妈的逼！哈哈哈哈哈！100块啊！要不要钱？加微信终身报销，加微信终身报销，拍完了我走，还送你一盒一个，拍金丝巾，拍八卦巾，拍电视巾，经常拍。我看我都省电了，你。他们六点钟就开始。OK， 我车都开了。厂家直销，厂家直销啊！全场十块钱五双，全场十块钱五双，十块钱五双，全场十块钱五双。至少我那个杯子还可以啊，还找得着。请拨打九号中心，恭喜主播。
气啊，他妈的！全场两人起来，起来看一下。那个我是的，就是这个。以车子导航还是个人？
酒本身有苦味油，搭蒜肉酱要看好口感。欢迎光临酒吧，三孔桌的面朝长河，可以带往一到六点。早期的酒吧，在中国最早期，烟酒边区，还有美食汉堡、洋葱炸弹、芝士特造薯条，快来感受吧。Thank you.